早上起床，拥抱太灿烂的阳光，满满的正能量。OK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了。今天我们要去演唱会。哎，不是演唱会吗？音乐节目。我只知道有一个很有钱的公司，不懂在做什么懒，然后就请那个 PSY 来跟王明志去，然后还有一个马来歌星这样子啦，耗资600万的演唱会哦。今天我去嘞，纯粹是去给播报，因为我们 Audience School 有表演。是不是请你啦？不是。还耗资600万，花一个一点点请我，现在也不用请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请我，我还是要懒懒去哦。他请你的话，赚不回这600万哎。不要去哦，他懂你会懒懒去的，所以就不用请你。没有，不要去哦。拜拜，先我那边。对，好啊。没有，你们看他的眼睛。没有，你不要给我上车。大到这样，好烧完了。你要上车是吗？没有，你讲完了没？没有，不管讲完的事情，我现在发脾气啊！我现在突然间想，那没请我不要去啊！你不是懒懒要去？我现在去 KL， 我做别的东西啊，我去开会，我做企业家。看看，你看，对方。我懒了，租个4楼的，想做工啊，这个是。来啊 ，room tour， 你可以进去拖一轮了。来了，来了。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好拖啦。不要紧。哎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哎，哦，我以为是旧的，原来是金色。对啊，今天在这边chill啊，不要拍啊，我们今天chill。去那个没有请我的椅边才拍啊。OK， 各位早安，我早上起床。OK， 我要讲什么了？不是没有被邀请的 event， 我搞错了，原来这个是人家的 NOD 呢，我以为是演唱会，弄到这样大型，切！所以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原本的工作，怕有些人忘记了，很多人以为我是企业家了。今天这 event 哦，你们很多人都懂了，因为哦，在整个 Instagram 哦都是这个 event，SVO 想到肚里，有人叫我打广告，就要请我来 ，OK 好了 ，Let's go 了。我们来到男人的梦想。不是男人的梦想哎，这也是赛车道哎。哇哎呦，看 SV， 哦 ，F1，哎，啊，那我们有这样吗？你看他，你这样子一个牌这样哦，你看你的眼睛，都歪到弯了。像我们要想办法去舞台做彩排先。哇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看每次比赛的时候，他们那种车一来到时候。我们今天换轮胎的地方。番茄哥哥 ，Yes sir， 番茄哥哥，我刚刚已经跟你讲戴口罩会听吗？我看到你整个就扭过了。跟你们讲，这个是王明志的现在经纪人，这个是王明志的前经纪人。你要更正一下，我又是经纪人，又回来了。人家讲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这果然不是好马。这我们 ODD 的基地，来看一下镜头一下。那天不去了，那天不有啦。阿宝哎，要找谁来？几点？刘先生，等老大来。老大，查理啊。啊，查理，还有美惠，你敢剪进去吗？不要再剪，求求你。可是你的 vlog 吗？不是我的 vlog。挑战我们哦。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敢？俊你对不起。俊宇不敢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还记得跟 G 拍拖一天的 content， 现在他已经移情别恋了，拍啊！快点，我们要证明给人家看，我不怕了，我不怕了，拍啊拍！我们没有在怕这种东西了。他现在就这样讲，他讲拍啊拍，以前我讲的是 G 的时候，很多我的那个 IG 不都很辛苦，那小妹妹也喜欢我。你还在讲什么？我妈会看到。哦，你男朋友在那边？男朋友在那边。奇人家阿杜都喜欢看，他讲说，哎呀，好心。他讲说，那小妹妹很喜欢我的嘞，你可以不要一直讲我是 gay 嘛，不然你看我的 Instagram 的 follower， 我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讲。你小朋友喜欢啦。在炸死电鸟比较有力哦，懂吗？以前我一咬它就掉了，现在炸死电鸟比较有力哦。你这不是倒霉到吓死了电的。看到吗？这就是陈伟杰的本性，你们懂吗？啊。
哇，这个舞台真的没有来过这么大的舞台，给你们看一下大舞台。周末600万的演唱会 ，Lucky 多才一般般。好了，走了下去了，不要教人家做功夫。你呀、啊，我们的阿宝跟我讲 ，PSY 带有十多个脸色来，等一下我等一下去问名字。为什么 PSY 十多个？我们要不要更多嘛？我们的地头蛇最少20个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啊，衣服比较好穿啊，那女后面穿了吧？不会脱完它、啊、哦。来了来了 ，GD 来了，大脸 GD， 没有看过这样大脸的了。他脸哦，好像饼这样，你有看过饼？你说这个脸哦，又大又圆。他的脸就像又大又圆，就像这个碗，他有大有圆。没有，昨天电视叫的时候，他冲我量出来，然后今天是我要光头，我要耳塞。我一直是以为还是戴住一个帽子。你们管很宽，你知道，你们住海边呢、啊。我们人宽就管宽了、啊啊。你很宽啊，就是讲你宽，你很宽啊，你宽，我没有很宽啊。没有宽，你不要宽。要美，没有管它热不热得了啦，对不对？都不美，重点是我不美啊，我等下要穿的美。你穿的也不美啊。怎么？看你自己啊，细啊细干细啊。OK， 三号彩排了，彩排彩排。阿孙大牛比较烂，还是什么比牛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们会不会站歪，会不会跟我一样歪？这次我们的台哦是上下，因为它 T 字形，所以它上下，所以有点是在下面，有点是在上面，所以要看好好来呀、啊，大场啊！可以，这样子，等一下我们跟住这边的位置，我们先做一个小的先。小的就是前二后二，对，小的是前二后二，大的就是四四一排。前二后二就一开始啊，第一首歌啊。对，我们前面不用吗？后面吗？可能很多人不懂我们现在的周末，现在我们是什么二啊三啊，我们不是在赌博，我们是在教人家怎么样站位置。身为一个这样专业的 old dance school 啦啊，我们就会是这样子来讲位置啊，二三二三二一排三啊。练色术语、啊。对，这个就是练色术语，可能你们听不懂，不要紧，你们有什么表演找我们就对了。这里的摄影师素颜是讲，神人龙神，摄影师，只要我能够刷上脸，放风放风放啊，这是你吧，好吧。OK， 这里是慢点子。OK， 张青山，你要进来一点。马哥，你是个助演子吗？再往前进一点。OK， 现在你们走一次给我看那个马古多南路多前所那边。OK， 这个是你们会自己走到楼牙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看。小马不要乱骂位嘛，不会学人家骂位，干你呢，小马做不得空，干你呢。东西不要问专业的，我们专业在这边。干你呢，老鸡。有谁会跟跟那谁？我男朋友不在呀，所以我是你的呀。怎么你那么温柔？你看他。你是以为我熬不到你是第三个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觉得啊，我没有觉得。你抓几紧都没用啊。我去挑战一下。我不黑。我呼。看你有摔跤拳的。他不是摔跤拳，是他这个太容易熬了。你也是可以熬他下的。你们真是很喜欢熬我哎，害我都变弯了。很好，他现在承认了，有点不好玩了。真的，这已经是什么？没有顾忌。没有顾忌啊，又不怕妹讲、啊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不怕他的，又不怕小妹妹没有聊 啊，妹妹们可以 unfollow 好，没有什么用啊，你们已经没有机会啊，他是弯的，对，他是零号，他是零啊，零，他是零啊，屁股烧烧那种啊，像刚才坐在地上那样屁股烧烧，喜欢戳的，观众朋友，哎，现在不用戴口罩，我不会再中骂了，不要在下面屌啊，你们不要在下面跟我讲，哎，口罩戴好了，会不会戴口罩啦，什么懒，不用，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，你看我们从以前。聊一聊，现在是我肯定没有事吗？我不理吧。老马总，可以进你的 vlog 吗？可以来了，进进进。
妈的，我们都只能怪懒呢。没有，你以为是你这样啊？变成我这样怪懒的人呢？你以为是你这样咩？啊？像我什么？是你这样啊？飞哥啦，怎样？你懂不知啊？怪懒不好。还有谁？还有，你这也是很怪懒。可能我前面整段没有剪，我只剪了个沙海的。快呀！很忙啦，一直要拍照啦，看是不是？哦，来我抓，来抓你，抓你，抓下面。啊！他要喷你哦，全部是水，看到吗？对吧？上眼很多啊！看啊看啊！我觉得我手比较多。看呐，到我啦，看我啦！哇！你们看我多，我还没有伸进这边呢，我还没有伸这边去，我这边还以为是，我的还以为更多啊！屁耶，真的！我汗多的话来玩，真的是屁耶，真的！大三元素。OK， 现在我们来挑战，到底阿汉能不能够平行的过这个门呢？噔噔噔噔噔。哎、欸，你的手不可以向前啊！你要站平。哎呀，我过不到门，我自豪。不是，你这样讲错、哦。他早上还讲说什么？他才了，我真的要减肥有啦。我开始撞到门了。我开始是撞到门了，已经超过我的大的体型了。乱了乱了，整场乱了，要开始了。冷静还有，冷静还有。小景看不到他，等下我们带我们下去看一下，给你们感受一下这个气息。你讲还会跳感叹号吗？一定可以啦。哎，很难讲啊，有些人觉得出新歌了，新歌最红的嘛。那就请他来才一首嘞，所以今天他竟然表演五首歌，哇！原来 SV Group 比那就还大只哦。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来到今天的演唱会，谢谢。我本人深感感动啦，这么多人来支持我。左边的朋友，左边的朋友，右边的朋友，后面的，整个都很爽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要甩掉斗夫的肩，他跟在后面，我们要快点去找，看有没有美女。不要给他跟到，不要给他跟到，跑！美女，给我打招呼嘛！走那边，那边。没有，再有另外一个任务。谢谢大家来到我演唱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直接上去台上。走哪麦？走哪麦？我上去走哪麦啊？哎、欸，有点排水，走啊走啊。这样看，我觉得我 Steady Gang 也是可以做演唱会哦。我这样走一下也是很多人喊我吗 ？OK， 没有，我们现在偷偷去那个房间。去那房间的不？找晒的。哦，那个房间是晒的、啊。所以晒自己要一间，晒人设要一间。晒在这边。不可以啦。哎、欸，不然这样哦，我坐你的肩膀。讲真的，晒死一个安哥有什么好看？我真的不明白。红包吗？安哥，安哥有什么好看？人家有人觉得你们也是安哥，不好看。Standby， 去楼下了，他们跳了。Go go go， 上台谁紧张？谁紧张？香香老师。哎，现在这个香香老师是四方形啊，老师 ，standby， 哎，你看满人了，你懂这么满人吗？因为他们知道 ODD 要上台了，不是你要上台啊？我没有，会紧张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阿春，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个演唱会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观众，你 OK 吗？阿春啊，怎么嘞？因为他很想要这样嘛，他很喜欢这种感觉，他过很久啊。可是你要明白，这样多人你上台没有人懂你，没有那种什么啊什么，曼咖喱什么，曼咖喱什么不行啊，那个东西。
不行不行来不行不行去。我房间看有乱吗？乱，整个人都乱了，整个人都乱掉。我私生活更乱。首先换 handicap 有什么好处吗？早看有没有美女。OK， 等一下哦，我们刚才站住的那个地方哦，很美那个位置。等黄明志过后，等晒出来，我们就去站那边。所以你现在嫌弃黄明志啊？我有嫌弃，是看得很闷的。偶像。清香的嘛，后来啊，伟奇这样看中清香，我就以为是清香，可是原来是伟奇跳出。OK， 他现在在台上，我看不到黄色脸是吗？怎么了？我已经看到 sticker 了吗？不是，我现在在台上脸了。怎么跟感觉走？我记性是不是？是啊，完全应该是乱了。下次如果你们看不到那个 sticker， 你们就这样下去找。哎，在这边，在这边的。我讲了。特别丑的。不可以。谢谢老板给我们这个权利。错百出哦，不认真哦，认真哦，认真哦，认真哦。跟老板一样不认真。还是很好啊，你看那现场的气氛。我讲究不是认真，我讲究的是氛围。对对对。有那个氛围就好。你们都看不出啊？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厉害。你第一次来给我做工，下次还敢来吗？哪一次第一次哦？哪里？你都每次我做工你都没有来啊？之前很久以前不是有啊？很久以前吗？演唱会是第一次。很久很久以前。之后看演唱会玩吧，我们有东西吃，就爽，免费的。然后又有 VIP。VIP 怎么来的 ？VIP 就是可以很靠近看到明星。评论哦。然后德龙哥哥代言人。我要去问大家有看你的 vlog 吗？没有，这是新的那种。问问一次啊？没有没有，我从来都没这样问。但是阿汉有，阿汉喜欢问你有没有看大傻妹嘛，对不对？你去问那个林德龙。我认输。我就讲，你敢说？大哥嘞，马来西亚的艺人界的大哥。你给我找一个话题进去，我就敢。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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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马来西亚的一哥，你有看大傻妹吗？你讲好来。妈的，干啥？
要跟他拍照，我要跟他比肚子谁大力。这样我也可以比。我一个角度，我跟他我合照一下。没有这样够力啊！烧到我，又烧到我！塞合照啊！没有，我不要跟他讲，我偷偷去。没有，没有，我要跟塞合照。我不要这些，我没有，我不要这些，我也不要。没有，我们等他们出来，有机会了，一定有机会。妈，我们连摄像都能拍照，我们没有。没有，你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啊？全部人在那边，我们在这边。这边才是我们。我们在这边。我们守住，刷客，这个，马盖一点，马盖一点，做 security guard。我跟那个人设拍不到照，我不开心。所以呢？